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四分钟都撑不到。对对，还是第一个在直播上面睡着的艺人。我们节目都是用撑的，没有问题。我现在。请辞，我们有没来得及了。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最后一次跨年晚会，由木曜四超玩主持群扛下主持棒。今天8号在公布神秘主持人，就是露露黄露子英。虽然七个人是首次合作大型晚会，但在记者会上的逗趣互动已经让人相当期待，当天又会有什么爆笑的对话会出现？你通常几点就要就寝了？我七点啊，七点就没有没有，我几点？我说我几点？大概11点多吧。哇塞，那你会快到年呢？对呀、啊，到时候我们倒数的话，你会在？我会在啊，你会在吗？我当然会在，我推着，我会在在台上。我们总是跨年要特殊嘛，是对不对？跨过去象征这个喜气嘛，是对呀、啊，没有问题了。没问题，你尽量把我推出来，没问题。好好好好，我们现场会备有舒服的按摩椅。舒服吗？对对，反正、okay. 因为台上人很挤，人能少一个是一个。太好了，就靠你了。太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四分钟都撑不到。我们平常就有在练习撑这件事情。我们节目都是用撑的，没有问题。我现在。请辞，我们有一没有，来不及了，我们有一招很厉害、嗯，我们可以念抖内。然后这个因为跨年毕竟还是 live 啦，对对、啊，我们还是要高大上、端庄，当然对端庄，我可以说是 live 的始祖，这一辈子都在做 live， 没有问题，对啊，好不好？那个角色上身都可以、啊、，OK 的、嗯，睡着就睡了，睡了还是第一个在直播上面睡着的艺人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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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着，没有睡着，他是眼睛闭的，眼睛闭着，他假寐，要做什么这样的比较特别的准备？比较特别准备可能是要唱跳的，瘦身。谁瘦身？他早上在练肌肉吗？反正我们练可能会半裸主持，对，对，到时候看天气的状况。哎，我是这样的，是如果是那天刚好是飘着细雪的话，寒流，我就脱了啦，不啰嗦了 ，OK 了。如果观众需要的话，我会努力一下。哎呦，有诚意，观众非常需要，观众非常需要。怕没办法播出这样。不会，哥，哎呦，尺度这么大，考虑一下。哦，他应该是从这边这样子，路都是拉到这边嘛，他继续绕到这边这样。这样到底是穿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